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Hermes 的 Kelly 啦。这一款是 Kelly 2518大象灰 App 爽皮金扣。大象灰可以说是爱马仕的入门色，是必入的色。每个人呢买第一个爱马仕袋的时候呢，首选都是这一只色，感觉很优雅，而且特别百搭，一年四季都能够衬托，无论深色浅色的衣服都能够搭配到。皮质是 App 爽皮，比较硬挺立体，而且呢非常耐磨，可以保持袋的形象，不容易变形。袋背有一个锁头，两条锁匙，亦都有可拆卸的肩带，袋附有这个雨褛，入边咧设计了一个拉链袋和一个内贴袋，容量咧足够放我哋平时出街需要的用品，亦都可以另配丝巾，制造自己个人的风格。俗语有话，口红熟命，包治百病。包包无疑是女人最深水强有力的强弱之一。如果你有兴趣想过来看实物的话，你可以过来我们尖沙咀门市找我，你都可以加我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或者扫下面的二维码加我微信找我啦。